你要这样子两侧挖，然后挖松。你怕挖到番薯吗？它大概是长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你等这个地方它就松开，有没有？所以可以两个人搭配，一个人除了之后啊，丢一边让一个人剪掉。把一侧一边的底部挖开，尽量挖到沟底，不要挖黑土里面，不要挖到太里面，它会挖到地瓜，地瓜会挖死，会被锄头割伤。然后从侧边把黑土的地方，然后放松，地瓜就出来了。